下一个是进退躺，这个时候呢，最重要是两只手重心先下沉，两只手其实是两只手慢慢的下移过来之后，重心下沉，左脚荡出去，大拇指贴过后，四根手指并拢，然后向前，移重心到前脚，移重心到前脚，哎，然后呢，右脚轻轻的往前荡，荡出去。再移重心到右脚，然后左脚呢再轻轻往前荡，再移重心到左脚，然后再右脚轻轻往前荡。好，接下来呢是右脚微微往后收，移重心回到后脚，左脚再轻轻往后收，再移重心到左脚。左脚、右脚再轻轻往后收，往后退的时候是脚尖点地，移重心到后面，然后呢，右脚轻轻点，然后再这个，再往前进几次，移重心到前脚，然后脚跟轻点，再移重心到前面，所以再移重心，然后再右脚前进的时候是脚跟点。后退的时候是脚尖点，再回正，是进退。